我蓝标有个人，我可以打死。你别开过来，你先别开过来，滑滑滑滑。一滴一滴一滴，好了。烟气。拿个枪先可以补的，蓝标车后面。左边新盲区没有人了，可以拉两个。我操！我他妈打他！不好打。那边什么情况？我他妈要死了，什么情况？炸倒了，又炸倒了。刚扶起来又倒了。那个麦凯伦刚过去一个。他又要救，又要救。啊，不行，他妈的！他腿了，打了一下脚。倒了一个，又倒了一个。他倒了一个，他倒了一个。一标这边啊。我也找他。那人在一标那边。我开过来点能打到他。我那个流死了，他们就一个。他那个被打倒，他那个被打倒了，左边那个，就剩烟里最后一个了。烟里这个倒了吧，不然我。石头后面。应该是烟里、这个。我们靠底下撑啊，可以吗？靠蓝线去。靠这底下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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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楼。第二倒一个，第二倒一个，第二倒死过一个，死过一个。你们往这边压呀，蓝线可以告过去打他的呀。他是特别写的，蓝线可以过去打他的。就去土路的，去右下，去右下。还可以走，还可以走。就去这个石头，就去这石头。哎，这他妈人太多了，兄弟。这可以再挪一下，就挪到石头，挪到石头就可以了。被侧面戳，没办法了。